大家好啊，咁上星期咧有位女标迷就俾我一只低托Rangel Vintage 嘅7996，就问我有冇类似嗰一只款嘅substitute 啦。咁我今日就会去几间唔同嘅标铺啦，睇下会唔会有啲接近嗰只低托Vintage Rangel 的7996那個款的錶去介紹給這位女錶迷啦。現在第一站來到銅鑼灣銀聯鐘錶啦，就Chris 你是不是這裡有三隻可以介紹給我這位女錶迷呢？哦，是啊，第一隻你可以看看這隻梅花先，但是它的面真的很漂亮，黃夜光。這個字呢全部是數字啦，我們叫藥膏面啦，是價錢很划算的，9300還有折，還有它的玻璃很漂亮，是卜的，是卜玻璃，那 39mm 7G 大，這樣OK。 那這隻梅花啦，其中一個推介啦，另外還有什麼呢？是啦，都有最接近那位女士想找的帝陀，那隻呢應該是 34mm 的。咁我哋呢度都揾到一隻 34mm 嘅帝陀啦，係咪Chris？ 係啊，嗱呢隻帝陀錶都係自動錶嚟嘅，咁個面好靚啦，啲 index 嘅切割都係，個針都好靚啦，成個都黑面啦，34mm， 價錢係15300。係，咁應該就都有折嘅。有嘅。係啦，咁可以落嚟睇下，同埋同Chris 傾下啦。咁呢度第三隻就可能個價錢會貴啲啦，不過一樣，我覺得都幾有嗰、那個復古嘅味道，又有個6912啲字啦。咁呢只又點睇咧？呢只阿米格係啦。嗱，如果潛水錶嚟計咧，呢只38 size 咧係好難揾嘅，因為全部潛水錶都係大㗎啦，係咪？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嗱呢只錶嘅亮點咧，除咗機芯係好靚以外咧，自家機芯咧，佢最主要咧係幾個字啊？6912係亮點，係橙色嘅，係好靚嘅，係同埋陶瓷圈，600米防水，係好襟嘅呢只。Coaxial 嘅自家機芯啦，嗰、那個係啦。咁雖然個公價就47700啦，咁都有一個好折扣嘅，應該好折扣呢、這個係啦。咁依度喺銀聯呢度有三隻推介啦，咁如果女士們即係都係揾緊類似依類嘅retro 啦、細 size 啦、有啲復古味嘅女裝錶啦，咁都可以嚟依度睇下嘅。依度都有啲其他嘅款啦，都好多款可以選擇嘅。OK， 咁依度多謝 Chris， 係，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咁依家嚟到呢個銅鑼灣嘅 Sogo 瑞聯錶行啦，咁佢哋就有三隻女裝錶可以介紹俾大家嘅，咁有少少復古味道啦，細 size 啦，咁我哋有尾姐就係啦，依隻係咩牌子呢？雷達錶。哦，雷達錶，咁依隻係咩系列呢？雷達嘅金馬系列。金馬系列，咁個直徑幾多咧？37mm 係啦，咁大家可以睇到佢依個有塊漸變綠嘅面啊，都幾復古啊嘅味道，同埋佢12字位嗰個有個 logo 啊，嗰個係做咩㗎？logo 會擺動嘅。哦，會擺動，會動都會喐嘅。係。哇，幾得意喎！依只。系啦，咁呢只雷达个金马系列个公价就13400嘅，咁应该有折扣可？应该有 ，OK， 咁应该一定有嘅，咁佢阿May姐保守啲啫。好啦，咁另外一只介绍就系 Oris 个 Big Cow 啊，咁呢只直径又系几多咧？36mm 哦，依、這個直徑36mm 啦，公價14200啦，咁係啦，依只都個復古味道都好重嘅，咁36mm 都啱依家啲女士啦嚇，咁另外最後介紹依只，哇！依只又係咩牌子咩系列咧？
名士錶利維拉系列。是利維拉系列，就自動錶啦，塊面都好有特色喎。36mm 哇 ,OK, 咁啊塊面都好靚啦，咁啊銀色都有啲復古味道啦，利維拉都係佢哋一個啊名士一個好出名嘅系列嚟嘅。咁呢隻錶嘅工價有幾錢呢？20,800元。20,800元，係啦，咁啊都一樣啦，都係有折嘅。咁啊落嚟呢個 SOGO 問佢哋就可以啦。咁係啦，咁啊今日喺 SOGO 呢三隻推介就到呢度啦，多謝美姐。多謝曬，拜拜。好啦，咁啊我依家嚟到環亞錶行，環亞錶行啊，咁啊又係呢度環亞錶行，阿達哥就有三隻推介嘅俾依位女士，即係揾帝陀呢隻復古面。Rangel 呢只嘅睇下有冇啲咩接近嘅可以介紹啦。咁啊，達哥你呢度有三隻喎、哦，第一隻呢只真係好有復古喎、哦，根本就復古版，係復古版嚟嘅，係、哦、上年嘅，係啦，哇，好正喎、啊、呢只，係啦，上年復古版啊，幾啊幾大？37mm 係啦，哇！塊面真係好靚喎。呢啲復古版啊，好多女士中意㗎呢啲。我好多女士買依只款嘅，咁啊手上鏈，手上鏈機芯啦，係嘛？係啦，啲 Grand Seiko 啦 ，Grand Seiko 係啦。咁啊，另外有依、這個工價幾錢先？睇下先。31,200啊。係31,200，不過有折扣。係啦，少量折扣啦。有折扣，咁可以落嚟環亞錶行嗰度同佢哋傾啦。咁另外就有兩隻就係梅花啦，梅花依隻應該係34mm 嘅，係啦，自動機芯，自動機芯，咁藍面都好 sharp 整嘅，工價都係8,600啫，咁另外仲有一隻梅花啦，亦都係好復古嘅面啦，依、這個又係自動機芯嘅，就黑面，咁依隻復刻版咧係。1948年嘅复刻版嚟嘅。O K， 1948年嘅。好低噶，后边仲有一个标志，有架车嘅。哦 ，O K，O K。几特别咯、啊，呢啲嗰阵兴呢啲嘅。哦 ，O K， 咁啊，依、這个就系梅花嘅复刻版啦，9,300公价嘅，所以呢度咧就有三只可以俾女士选择嘅女装表。咁啊，环亚呢度亦都有好多其他女装表啦，咁得闲都可以落嚟呢度。望一望嘅 ，OK， 咁啊，依度就介紹到依度啦 ，OK， 多謝達哥，係好，大家好，咁我依家嚟到尖沙咀 SOGO 嘅瑞聯錶行，咁啊，我哋依家就有癲哥啊，癲哥，叫阿晴都得嘅，叫阿晴，係阿晴，咁啊，佢就有三隻女裝嘅復古面嚟介紹俾大家嘅，咁啊，你依度有啲。邊隻想推介俾大家呢？係。Hey,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我哋手上邊有三個唔同嘅品牌，包括呢個啦，萬寶龍嘅。係萬寶龍依隻好 OK， 咁依隻個面都幾復古喎、哦，支針同啲阿拉伯字嚇。係啊，成個感覺都非常之。誒唔係阿拉伯字，羅馬字、啊。羅馬字，唔好意思，係。羅馬字，咁依隻嘅 case 係幾大咧？39mm 啊，係依隻嘅 size 啊，39mm 啦，鋼帶哇都嗰條帶都幾靚啊！依條鋼帶嘅都好貼手嘅，睇佢條帶嘅設計啦嚇，貼手 OK， 咁依隻嘅工價又幾錢咧？工價咧就20,400嘅。20,400有冇折價？有折嘅。哦，有折嘅，咁啊可以落嚟呢度睇一睇啦。依只萬寶龍依只係啦，女裝錶。咁另外仲有咩推介咧？係第二隻咧就推介呢個今年新款啊，朗琴錶啊。今年新款係有埋 moon face 喎。有 moon face 貝殼面。貝殼面係。仲用個新嘅直油絲機芯。哦 ，OK， 哇，都有啲。有些value added 的有5年保養，又直油絲機芯，
咁啊，呢只狼琴标啊标公价又几钱咧？公价咧就22,600元嘅。好，22,600，咁啊一样啦。咁啊，折扣嗰啲嘢就唔喺度讲啦。到时大家落嚟呢个 SOGO 尖沙咀嘅瑞联标行，咁啊再同佢哋倾啦。系啦，咁呢只嘅直径有几多咧？呢只直径34mm。34mm， 哇，咁啊真系好啱，好啱啊！之前位女标迷想要嘅嗰只帝陀嘅 size 喎，34mm， 系啦。咁最后介绍呢只又系。系啦，最后介绍呢只咧就系一个古老嘅牌子噶啦，都系波罗手表。系伊波罗，真系古老嘅牌子啊，应该过百年噶啦。过百年啦。系啦。1856年。是 OK， 咁啊就个面又系好复古啦吓，罗马字蓝色指针系啦，咁啊呢只又系自动标啦，降带啦，公价又几钱咧？哇，9,550啊！哇，抵玩9,550，仲未折噶喎呢只，系啦，咁啊今日喺SOGO 瑞联标行就系介绍呢三隻女裝錶，咁啊多謝啊，叫阿晴得啦，阿晴係啦，多謝阿晴。OK， 咁啊，如果有興趣就落嚟尖沙咀 SOGO 瑞聯錶行睇下啦。OK， 拜拜。大家好啊，咁我依家喺尖沙咀海防道專櫃，咁啊依度阿 Simon 哥有三隻推介就女裝嘅。復古面啦，就真係有少少復古啦，同埋細 size 個女裝錶，咁又係啦。第一隻推介阿西門哥呢只34 size 女裝，都非常之抵噶，帝陀17,100。哦，個公價17,100，應該有折噶啦，一定嚇。係啦，咁啊落嚟專櫃揾佢哋就有都有個折嘅，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呢只。女裝的帝陀呢只都好接近原本我嗰位標迷想揾嘅嗰只Rangel 啊，嗰只 Rangel 應該都唔出，亦都出邊應該都好難揾到啦，嗰只應該嚇。咁啊，呢只帝陀亦都係帝陀同樣一隻牌子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仲有咩推介呢？萬寶龍係萬寶龍呢只。哇，2,480啊，系啊，都系雙位數字，系啦。咧佢呢啲女性戴咧比較時尚啲，而家比較中意大錶少少嘅。系，咁呢只就35到啦。哦，35，直徑35到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粒八的都幾的色嘅。萬寶龍標誌啊，系啦。萬寶龍標誌嘅八的依度都有 ，OK， 依只女裝又幾錢呢？就公價28,900，咁梗係都係有折啦，一個折扣嗰啲就落嚟再傾啦，嗬。好啊，一定最平噶啦，一定最平，係啦，Simon 哥話一定最平噶，咁啊，係啦，咁最後哇，重頭戲啊！依只又係。阿米加的 Lady Matic， 哇，好似好罕有嘅喎，好罕見喎呢只。佢以前呢啲系列咧都係 Poti 貨嚟嘅，所以咧以前咧呢啲價錢係冇 discount 嘅，而家咧依家就有 discount， 一定有，即係喺專櫃呢度就有。係啦，依個65,700啊，依只依、这個係去Lady Matic 嘅 Coaxial 嘅機身，仲有天文台正有賣石，哇！喺只真係藍配殼面真係，哇！好靚好靚。咁啊，雖然同我嗰位標迷所要求嘅有少出入，不過依度都係純粹介紹多一隻女裝嘅。款式俾大家選擇啦，咁係啦，咁啊希望大家會中意，亦都依度專櫃依度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女裝錶可以俾大家選擇嘅，係嘛 ？Simon 大把貨喎、啊，你哋有啊有啊，好多款啊，好多款係啦，得閒就嚟睇下啦，咁啊一定有啲啱你嘅 ，OK， 咁啊多謝 Simon， 係，拜拜。
好啦，依家我喺利昌錶行就阿華哥有三隻女裝嘅復古面細 size 嘅，可以介紹俾我嗰位錶迷啦，係啦，咁我都會去唔同嘅錶鋪去問佢哋去介紹嘅，睇有咩推介啦，依類嘅錶。咁華哥，你今日依三隻又係咩咩款咩牌子呢？有嗱，其實咧呢只咧就真係50年代嘅復刻版咯。係，佢當年就真係做過呢個款嘅。嗯，就而家就喺2000年左右就將50年代嘅款做翻出嚟。哦，係啊，呢個面嘅小秒針。係，你睇清楚，而且呢只自動機芯咧就係總統嘅自家機芯嚟嘅。哦，仲要係自家機芯添，係啦。咁如果你個朋友想揾只復咁嘅369字面咧，應該呢只就應該最接近。係啦，咁11800，咁做緊五折。哇，五折，即係講緊5900蚊，哇，真係好抵，仲要係自家機芯喎，總統嘅自家機芯啦。係啦，咁呢個係其中一隻嘅選擇。咁另外仲有係啦 ，Paul Pico 我隻帕高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個錶殼真係係好靚啊，好靚啊！因為呢隻當年直頭我哋見到直頭好似寶機咁啊嘛，當年嘅個殼型係啦，字面都字面係啦，咁亦都係用緊一副瑞士自動機芯啦，咁大家可以睇到條帶、條鋼帶都係唔同嘅，唔係啦，好靚一條鋼帶，係啦，有坑紋嘅鋼帶。OK， 咁依只 Paul Pico 又係幾錢咧？睇下先啊，公價26000，咁大家如喺利昌錶行依度依只都係做緊半價，講緊13000。系啦，咁最後同大家介紹另一隻，哇！依隻又係帕特萊咯，系啦，咁即係唯一隻係皮帶啦。不過依隻皮帶嘅色真係好鬼搶眼啊！係啦，咁雙個自動機芯咯。如果中意玩啲特色嘅，因為呢個機芯咧就帕特萊當年出嘅時候攞個專利嘅。係，大家可以睇啦，佢其實喺前面同後面都有個妥嘅，即係雙妥依副機芯係啦。咁前面依副妥亦都會喐嘅。咁後面又有副妥啦。咁個面都有啲復刻 feel 啦。係，冇錯冇錯，啲又係啲空軍嘅設計咯。係。咁依隻個 size 係幾多咧？三十六 mm 係啦，16100，亦都係做緊半價，講緊8000多蚊。系啦，咁依只就36mm 啦。頭先介紹另外一隻咧，依只總統最細啊33mm。咁Paul Pico 依只就34mm， 係啦。咁三隻都係好啱女士嘅手腕啦。如果你係揾緊啲細 size 嘅同埋復刻嘅復刻面啦，咁依三隻都係其中你可以選擇嘅。OK， 咁多謝華哥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啦，咁終於將呢個今日去嘅唔同地方啦，佢哋啲 sales 嘅推介同經理啲推介啦，都已經 edit 咗成依條片啦，希望大家會鍾意啦。咁亦都鍾意我幫大家編排嘅依個模式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嘅話，我想就定期啦去係啦，咁因應唔同標迷嘅一啲request 啊，即係希望揾啲咩類嘅錶，或者係男裝、女裝，或者係功能，一係冇功能，一係潛水款。咁之後我就會幫大家去唔同嘅錶鋪啦，睇下佢哋係點樣去推介佢哋自己啲貨啦。咁我相信呢個都幾有趣嘅嚇，大家睇一條片就好似已經去咗好幾間錶鋪咁啦，係咪？咁多謝大家，拜拜。